哎呀，那锦盒里边儿。嗯，陈琳。奴婢在。把那个锦盒打开给我看看，里面是什么鲜果？这个回娘娘是给八千岁上寿的寿桃。哎，是的，是的，刚才奴婢也看见过，里面是寿桃。闭嘴！谁问你？霍怀在，我去打开看看。是。回宫去吧。是。老朱。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今有玉成宫李妃受朕皇恩，不思图报，竟生妖孽，有辱皇家，本应触脚，姑念受妖作祟，着即贬入碧云宫，钦此谢恩，带入冷宫。臣民叩见千岁娘娘。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。千千岁，奴婢奉旨拜寿，献上寿礼，愿千岁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陈公公有劳了。怎么了？请千岁娘娘后堂讲话。哦，好，你跟我来。是。千岁。陈公公，万岁是不是有机密大事要你？千岁，八千岁与万岁有手足之情，与国家共修齐，与天子同富贵，宋史的宗庙设计就交托给千岁的手中了。啊，陈公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万岁请千岁亲自观看？Oh,
中秋，请娘娘用饭。请总管。奴婢在。我不想吃，拿下去吧。